记得吧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要不要？要。凌晨阵痛，早上赶快来看一下，今天是11月29，今天36周，会不会提早出生呢？这么来继续看下去，本来是11月、12月、26，后来变17，后来变12，那它会变12月5号。你在录啊？怎样动？真是。紧急事件！紧急事件！5分钟阵痛一次，痛到不行，已经连续1个多小时了。现在测，现在测宝宝的心跳。我现在测一下，就是现在等一下，看看医生说看看有没有开，如果开指的话，就要提早了。天哪！你刚刚说他开多少？1.8。天哪！所以今天就要生了。对，今天要开的，因为再晚一点可能就好痛了。也太突然了吧！我们看了好多时间呢。你很厉害，都已经开1.8了，你竟然可以忍成这样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哇！天哪，天哪！我想说应该开个0.5或什么的。哇！那你们前两天有痛吗？也是有痛的，可是我就一直忍啊。天哪，好突然哦，真的好突然哦！我现在一直不知道说什么。所以你确定是1.8？对啊，我看你检查1.8，而且比我脸很短。对，那为什么没有落红或者是破水？不一定啊，第二胎的产程比较像。也太紧张了吧！等等，我是不是真的很能忍？对，真的很能忍。已经开1.8了，你竟然可以哇！你怎么了？他今天就要生了。好突然啊！你也不要哭哦。我现在是有点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我们本来是预计12月12号。12月12号，然后后来提前到5号，然后到现在，哇，你怎么样？你等一下就看到你弟弟了。我老婆，弟弟，他们两个，他们已经感受过我要生了，我还没有，你就这么突然生了？这跟他讲什么啊？他生了，你怎么可以？他吓死了，你可以？可以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我不会很期待。你真的要生了，我是看你，看我怎么会怎样啊？不会啊，有你在就好，没事。什么东西都没准备，你休息一下吧。反正要生的人还没有比我还紧张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差两次，然后很快就生了。下半身好吗？那些都没有后悔过，是你抓紧我，让我别想太多，等待着一刻陪你度过，等待着一切会有结果，等我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我说过的如果，也许再没资格承诺的时候现在未来都不会放手，等待这一刻陪你度过，等待这一切会有结果，等我用全心全意守候你为我付出的感动，也许在很久很久的以后再回想起那个时候，其实当时好，我们下打针哦。这样就好了。待会你的左脚会开始觉得有点酸酸的哦。好。我们一次一次相信，又一次一次错过。是你抓紧我，让我心跳。好，我们一下就会好多了，下一下就会好。好，拍照一下哦。我们起来了吗？我们起来了吗？现在要起来了，关门没锁，帮你把房门打开。对，所以有点紧，因为他那个可能睡晚餐几点是有一点恶心呕吐的，所以稍微不舒服。我们先把门关上。
光出门应该也会跑。还好，张品玉第二排，我很瘦。对，我班级有。好像，为什么这么委屈？你接近妈妈的频率，那我不管。是是，接近妈妈就枯萎了，对，有各位的情人之间来随身帮他说。哦，你这个表情是，哎哎，这个我哎，哎这个我，这我，你这怎么这我？哎呦，哎，他在看我，哎嗨，爷爷，我好看，看见妈妈，看见妈妈，看见妈妈。
晓得怎么分层，然后加一个。还有在唱。你是不是遗传到我？哭了。好的，谢谢他们。哇，真的好巴适，这个手，对，很喜欢这个角色。他们觉得，反一出生爸爸说那么多废话。靠近妈妈。是个什么实验？靠近妈妈就可以，靠近爸爸。表情逐渐母汤哎，他表情逐渐母汤哎。妈，这真的是叫妈哎。靠近妈妈，妈妈。下去吧，跳起来，另外一个太坑了，那就把三百一。哦。爸妈每日十分钟，然后就真的会动了。哇！直接响应，那真的好吓人。别好了，我们差不多要这样子出去了，对，要爸妈先让他保暖一下。真的进来不错，表现非常好，对，对，饮食也都帮你。那我要出去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好了，慢慢吧。我先上面等你啊。辛苦了，你都弄好了，很棒。好，最后 ending 完美的 ending。